如果是这样的呢？刚才到咱们那儿，咱们仨先一块跑跳，咣叽震过去了以后，你们俩不跑吗？你这儿过来，我过来，我喊跳，咱们四个就是五个人一起跳，然后当再踩这个，然后踩回来，然后我再过，我再跑去，然后再跳，然后再一起跳。小龙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了，现在是在排舞，这个啊。就是你现在特别想一会儿之后我们俩先跳，因为这过程是很慌乱的。你们俩在那儿跳是为了减轻重力，但是如果咱们都往一个点跳，他那个震的就太猛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对，组长说了，咱们昨天做一次。我跟你说，咱们一块儿这边跳完之后，我们不动了，你往回跑啊，往回跑。但是我说跳，咱们还一起跳，咱们试一次，来。